另外防疫期间，总的讲沙天草当然就要用到茶菇。法典的文单善良呢，从全国来讲是一定都白。一下就有地方方的业者用农产合作，结合法典的文单同业内各乡镇的农作物，开发出咸咸的50种的农产手工茶菇。希望安尼做，做来均衡来防疫，咪做得来增加农产的通路。去年由我提出，农民老皮学下来，渐渐进入各条国家工厂，研发制作由我清洁用品，用两种模式经验提供业者，还开开发的包含毒性化、咖啡，俩会有50种安多个农特产手工茶菇，但像系树木向个冬烟作物，就徛睇了有一半。农会做下做，10万斤的以为吼，那做拿来做精油压榨精油吼。所以安尼了白的精油的榨取对，那油的加工吼，安尼销售吼，就前台个帮助啊样嘿。文旦精油本身就有很好的清洁效果，所以我们就开始，好想说在疫情期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，我们就做了洗手乳，也做了很多的手工皂。发电站总油额的面积超过1000公顷，产量是全国最高的，含有各种农作产销，含有通路的市场。发电站政府计划先部署业者采购提供农作物原料，用农产合作的方式开发市场，也带动技术产业链。我们发现，因为整个大国筛选下来的量非常的大，那应该足够来供应给企业做这个开发产品的原料。那我就目前兼农会做的是加工的系列啦吼，那另一个系列我就要伫研究讲，是不是要做按到底老农产品的保持吼，保持期限哦，搁较久搁较长来。因为了下1000斤重，业者也强调轮年调面，采提农产品保证个手工差距，希望提供民众到西小丰之后，就更加多的天收。下个新闻，王小琪发言报道。